感恩诸位，今天我们，我来分享屏幕，稍等一下。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。尊贵的师父顾问吉祥，尊贵的会长吉祥，诸位大德同修晚上吉祥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拜忏。忏悔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善男子，若但言说，即但听闻，不由修行，十善业道，能得菩提波涅盘者，于一劫中或一念起，可令十方一切佛土地界微尘善数众生皆登正觉入波涅盘，然无世事，所以者何？十善业道是大乘本，是菩提因，是正涅盘坚固梯登。善男子，若但发心发誓愿力，不由修行十善业道，能得菩提波涅盘者，于一劫中或一念起，可令十方一切佛土地界微尘善数众生皆登正觉入波涅盘，然无世事，所以者何？十善业道是世出世殊胜果报功德根本。忏悔偷盗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依生贪爱偷盗伤害无量众生；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依生嗔恨偷盗伤害无量众生，以此为因为种为根，招感十种不保性法。一者，招感王贼随祸及非爱子善灭之财；二者，招感众人怨念；三者，招感恒被欺负；四者，招感十方辱骂；五者，招感常忧损害；六者，招感恶名流布。七者，招感除众精畏；八者，招感财命设立安乐辩才不足常缺；九者，招感偷盗习气；十者，招感地狱恶鬼畜生苦报；招感外报双薄蝗虫令似机警。思维至此，毛骨悚然，将来恶报实难受起，仰仗师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业消除，众业轻受，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恩师言，业障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呢，一旦成熟就必须承受，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。忏悔管制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管制伤害障碍无量众生得好；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毁佛毁坏佛像，灭法
篡改佛经，管制遏制僧侣及学佛大众轻佛慢法、轻思慢法等一切的业障报障。诸种苦报实难受起，仰仗师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业消除，众业轻受，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
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波陀摩胜佛。南无皈依波陀摩胜佛。南无皈依波陀摩胜佛。南无皈依四圣好佛。南无皈依四圣好佛。南无皈依四圣好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迦叶陀佛。南无皈依迦叶陀佛。南无皈依迦叶陀佛。南无皈依大通三王佛。南无皈依大通三王佛。
南无皈依大通上王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真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真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真佛。那么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那么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那么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
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救援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南无皈依救援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南无皈依救援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佛说十三业道经云，若离偷盗，即得十种可保性法。一者招感资财盈集，亡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善灭；二者招感多人爱恋；三者招感人不欺负；四者招感十方赞美。五者招感不忧损害，六者招感善名留步，七者招感处众无畏，八者招感财命设立安乐辩才具足无缺，九者招感常怀思意，十者招感命中升天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或成佛时
得证清净大菩提智，是故发愿，今未来际不行偷盗，伤害一切众生，不思救济一切众生，祈求师父三宝收受加倍，早日圆满。愿一切众生遍一切时空处，念念之间具足因缘与能力，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，特别是能智慧的忏悔，勤精进的忏悔，勇猛无畏的忏悔。自归佛，当愿众生少龙佛种，发无上心；自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归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甚众。祈求法界一切众生，十个业因，十个业缘，十个业果，速得消除；十善业因，十善业缘，十善业果，速得圆满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今天的拜忏活动到此结束，感恩诸位尊贵的大德师父及诸位尊贵的大德同修们，随喜赞叹诸位礼佛忏悔的一切殊胜功德及能力，莫学放慢，恭送诸位。